your hero, but I can't get out of bed. There's too much in my head. I could be more faithful, but I fail at that habit. So I run around instead. I wanna be good to myself. Love hard to breathe more, drink less. I wanna be seen at my best. Sleep more, be nice, a lot less. All I need is 21 days and I'm fine. Genuine, everyone, I'ma still need more time. Every single year, yeah, it never fails, I try. Maybe I don't ever wanna put down this life. I could be your best friend, but I can't pick up my phone. Let it ring cause no one's home. Judging and degrading, I should stop all that, I'm sure. But I'm just too insecure. I wanna be good to myself. Love hard to breathe more, drink less. I wanna be seen at my best. Sleep more, be nice, a lot like this. All I need is 21 days and I'm fine. Genuine, everyone, I'ma still need more time. Every single year, yeah, it never fails, I try. But maybe I don't ever wanna put down this life. All I need is 21 days and I'm fine. Genuine, everyone, I'ma still need more time. Every single year, yeah, it never fails, I try. But maybe I don't ever wanna put down this life. Hello. 今天是6月1号了。那昨天呢，我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公司寄信给我说，我原本是marketing and operation executives， 但因为公司内部一些关于 global marketing team 的重组，然后关于 hiring title 有些做调整，所以我的 title 变成了 marketing operation analyst， 我变 analyst 了。那我就有点吃惊，所以但是我当然也不会拒绝成为 analyst 啊，但我就想说，在六月到，因为我已经订好机票了，六月底出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月呢，我应该要算是紧锣密鼓的给自己做准备吧。我觉得不只是心态上准备好，做出付出第一份全职工作，毕竟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你能想象吗？以前我只是学生欸，那我做 part time 每周也只要工作10小时，而且我甚至都工作不到。我其实觉得只要你能把固定公司内你提早做好你就休息啊，我都是这种想法。然后跟我现在看的书也蛮符合的。那我想说因为之后就不是这样了，我的时间会很大部分被工作互相捆绑，所以我想要 make sure 我是喜欢的。那刚好现在这份工作我觉得会给我挑战性跟成长很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光是现在已知的部分就有很多东西要准备，包括Excel 分析、数据分析，然后可能要上手一些 CRM 的 Marketing Automation 工具，像公司是用 Salesforce 啊、Sana 啊，他们都有先跟我讲，其实就是之前面试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聊到的啦，所以想说我其实都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这样等到真的 Onboarding 教我的时候就不会教的不会教那么久，所以加上最后这个月我有一些事情是个人资产的配置有必须要做一些思考，然后加上还有什么哦，我还想要开始学德文，所以我觉得这个月我觉得这些事情不可能说这个月我都真的都做好，但我希望都打下第一步，就至少都要开始。所以呢六月已经是 Q2 的最后一个月了，是5、6，对，所以呢六月是一个可以做出最后努力的一个月，然后再来7、8、9就是 Q3 的我开始工作，在伦敦工作的生活，一起期待。今天又买好米克夏了，然后他换了夏天的包装，哎，真的超级可爱。我在15分钟后开会。
come back? Will you come back? 今天终于是最后一周了。自从我两周前，因为我是 two weeks notice， 所以我两周前提离职的时候，到现在只过两周吗？最好笑的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这两周过超久，他们都说哈，怎么还没离职？我想说，不是啊，因为我提离职那天就跟你们讲了啊，所以搞得好像我真的还工作了很久，就是自从提离职之后，其实没有。再用美妆蛋稍微拍一下一些没有涂开的地方，我现在都习惯用美妆蛋把它们压开。我觉得可能是会生理期，然后有点没睡够，所以妆有点难上。大家都应该很有这个经验，只要很累，妆就会很难上。然后痘痘吗？哦，我最近也长一些痘痘，但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我吃太多好吃的饼干了。平常上班的话，我这样妆就结束了，然后就按个粉，蜜粉结束。最后一天上班，最后一天跟大家开会，上个眼影好了，我用的是这排 Give it to me straight Colourpop， 真的是神级好用，就是随便抹一抹就好。我发现这个 Truth Hurts 这个颜色它好显色哦，我真的很喜欢显色的眼影，不然为什么要画呀？然后我再换印一根刷子，点叫 forthright， 一点点闪粉。让眼睛眼皮亮亮的，稍微就好。最好笑的是，因为我在台湾的五点半开始开会，然后大概到开到六点半或七点，然后那时候大概就是台湾正在开始太阳下山嘛，然后就是外面那个，因为我这边是西晒房，然后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我的那个光下去的时候，我脸在这边开会，然后这整个脸都会变成一个超奇怪的橘色。然后我想说，就是你知道懒得解释，然后想说哦，所以同事看到我脸颜色应该都超奇怪。眼影上好之后，我不可能为了上个班就努力遮瑕或是上睫毛膏什么眼线，这个蜜粉我平常用的，就把它刷上去当一个定妆，然后再涂个口红。妆就完成了 ，OK， 准备好啦，然后等一下就最后一次开会。I think one of the challenges of the membership offer is that 看到英国的包裹就知道一定是我的毕业纪念册，然后给你们看它是长怎样，这很夸张哎，就是。好烂的包装哦，这太可笑了！让我打开，你看，就这样 ，Seriously？ 等一下，你知道这本就花了多少钱吗？我觉得真的很粗糙，而且它其实有免费的电子版，所以我觉得。这本我好像花了不知道哎，30磅还是40磅吧，我觉得真的有够不值得的。QQ， 它里面呢是长这样，有我们的照片，然后我们的一些回答的问题。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学校没有强制，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强制上传照片跟几个问答这样子，因为不然就是这本纪念册就变得比较空虚，有些页只有照片，基本上就是很浪费那些。就是油墨跟纸张啊，我觉得啦，好吧。
但我蛮庆幸说我这一页是我们都是有认真填的。好，那就先这样子，买都买了，就是还是尽可能珍惜它吧。